由澳门中华总商会青年委员会主办，澳门青年创业嘉许大奖2015，于早前已经开始接受报名。今次嘉许大奖目的，希望寻找同发掘成功澳门青年创业者，分享他们成功创业经验，更好鼓励青年继续奋勇向前，向社会传递正能量。欢迎21至44岁澳门居民，代表企业持续经营不少于一年，青年创业者报名参加。据主办单位统计表示，自9月底开始报名期间，收到踊跃电话查询，目前约有50多间机构报名参加。有梦想的青年创业者，不要再等了，快点报名参加了。截止日期为2015年11月29日，有关章程和报名表格可于中华总商会网站下载。